台北市大安区知名的摩洛哥餐厅在地经营多年，因为口味道地深受不少顾客喜爱。没想到今天早上，业者突然在脸书粉专发文说被21名团体客放尿，只因为无法提供他们所需的海鲜餐点数量。因为他们是穆斯林，他们不知道有这边是他们是海南，我们有那个海南的餐厅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介绍，我们的牛肉也是海南，跟那个鸡肉是海南。台湾怎么办？针对餐厅业者指控，该旅行社也火速发表声明，公布详细时间轴，强调在20号订餐后，21号就有提供所需餐点数量。业者无法准备，团客也不愿意更改，才会在今天早上取消定位，认为这样就要赔偿7000元，实在不合理，甚至还将此事发布上网，以损害旅行社商誉，要求文章需下架，并保留法律追诉权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